大家好，又嚟到整裝待發，今日繼續請到項目負責人 Jackie 同我哋分享一下佢過去一啲唔同嘅設計風格噶。Hello， 我叫 Jackie 啊。係啦，嗱 ，Jackie， 咁啊，今集有啲咩特別風格可以分享一下？今日咧，我哋要分享咧黃大仙加風台嘅。嗯。咁個客户咧比較中意咧日系風格嘅，咁就比較簡約啦。咁咧個電視櫃嗰度咧，我哋會採用個木紋啊、白色啊，其實我哋會加到個黑色框喺度嘅。係。嗰個黑色框咧就比較覺得好似特別少少啦。個電視櫃咧，佢上邊咧有個吊櫃啦。係。所以你會睇到成個效果其實好舒服㗎。去到嗰個大門口啦，玄關位置咧，我哋會採用一個超過10尺嘅高櫃啦。户主一入門口咧，咁佢見到咧中間咧有個空咗㗎，咁佢可以坐喺度咁換鞋啦。係。同埋呢個係一個由門口到10尺櫃，再加埋一個開放式廚房。係啊，嗱，依家咧你會見到一個開放式廚房啦。其實咧，依家個香港人咧都比較中意開放式廚房啦，開始接受啦，已經。所以咧，你見到咧開放式廚房咧都比較長啊，同埋簡約嘅，但係俾嗰個效果咧，你睇到都比較光猛嘅依家。咁其實喺呢個單位仲有冇啲咩得意啲或者特別啲嘅設計啊？哦，你會見到咧仔仔房咧個位置咧，你會見到個書台上面有幾個黑色框嘅，然後擺到層板嘅。其實咧呢個運用咧有少少嗰啲工業風嘅，所以呢個設計都幾好。呢個係仔仔要求定係你幫佢搞嘅呢？其實我幫佢搞嘅，佢話講個要求俾我啦，咁我就幫佢設計翻呢個效果。明白。咁我見到其實咧棟大門咧都好似有啲巧妙嘅喎。係啊，其實咧個大門咧，你會見到個門鎖嘅位置咧係一條黑色嘅直通嘅位置嘅。係。咁因為咧坊間你要訂大門咧係訂唔到嘅，所以我哋會喺工廠咧直接自己訂一個設計嘅大門翻嚟㗎。Okay。 所以會配合翻成個單位立體風格嘅。明白，感謝。咁今集到此為止啦，我哋又仲有下一集啊，再見，拜拜。Bye bye。